非常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利用家中的湿毛巾对折捂住口鼻，然后向外逃生。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有可能楼内发生断电，发生断电的情况下，我们是看不见任何这个道路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低下身，猫着腰，然后扶着墙根向外逃生。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意。记一下，就是我们疏散的这种，我们有可以有机会进去。